这是我买了，又拿了两箱蜘蛛啊，都是比较大的蜘蛛啊。那个这个店铺呢，跟谁买的？是那个什么雪，落雪无痕啊，落雪无痕这个店铺买的。这个店铺呢，这个老板啊，人很不错。他是以卖大蜘蛛为主啊，他那的红漆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那个大家如果是想要的话啊，可以去他那里去看看。然后那个暴乱哥的名儿啊，可以有优惠啊，数量不多啊，他本来有20-30个啊，我自己就跟他拿了15个啊。这个红漆他已经不多了啊，你们如果有想要的话，赶紧去看看啊，那个暴乱哥的名字可以优惠啊。哎呀，来我看看他的打包啊，我跟你说他的打包啊，我先不拆包啊，我先说说他的打包。之前呢，我有上传过视频啊，那个是奇葩打包。之前跟他拿了一批啊，我非常非常满意啊，然后我又跟他拿了一批，这回拿的数量比上次还多。你们要是不拿的话，被乱哥就拿完了啊。这个店铺的店主啊，在我入坑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在开淘宝店了。他是以卖就是那个压的压那个蜘蛛，然后长大以后再卖的。这个店铺的人，这个老板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啊。来，我们看看他的打包。上次呢，那个开箱视频呢，说了一个，就是一个奇葩打包，他的打包不是一般的费事啊。然后是还有就像那个肯德基的鸡肉卷一样，把蜘蛛就给你打包来了啊，特别特别逗。而且他的打包呢，不是一般的费事啊，是太费事了。来，我看看啊，看到他把所有的报纸啊，他都团成一团。这个防震呢，起到的防震是相当厉害的，但是就是太费事了啊，不是一般的费事，打包太耗时间。啊，就是那个鸡肉卷啊，啊，哎呀，他这个报纸给我拿过来以后啊，我是非常高兴的啊，这个我又可以省2块钱的那个报纸钱了啊，报纸也是挺贵的啊。当然了，那个像我这种持家的好男人，那个省钱的好男人系列不多啊。看你们乱嫂开心的，我去那笑了。看你们乱嫂那开笑的多开心啊！自我夸自己，他多开心啊！他的这个打包成本有点高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这毛踢的我去！这一路上踢了这么多毛，咋回事？这个打完包以后，这个包吃完以后，我得赶紧去洗澡，不然的话会痒的啊。啊，这是白金，哎呦我去，你去哪儿去？哎，不能拿了，不能放这，香盒子，修盒子，不能修盒子，给拿过来，去做了修盒子。不行，这个怎么丢鞋了？先随便先把它扔进去。他这个打包状态蜘蛛是非常好的啊。
这又是一个那个白金宏伟，喜欢你，也是一只母的。先放在一边，这是我拆这个包，再去撕几个，再去看你们乱糟糟表情，他还不爽了。这是蜘蛛卷啊，非常熟悉的蜘蛛卷。他这个人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公母问题我就不看了。尺寸肯定没毛病啊，这个店主啊，他有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不像有些不要脸的那种人啊，他蜘蛛有问题发给你的时候，你跟他买的时候，他不告诉你是什么问题，收到货以后呢？然后给你搞什么退差价呀，什么问题啊，各种理由推脱啊，这个店主人很不错的啊。起码他有什么事情，他跟你在发货之前呢，他会跟你讲清楚啊，有没有问题。一般情况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他会跟你提前跟你说清楚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店主呢，我是给大家推荐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做了这么多的视频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给推荐过任何的店铺啊。唯独这个店铺是个例外。如果想要买那个大蜘蛛的话，你找他报乱哥的名儿啊，他可以给你优惠一些。毕竟这么大蜘蛛都是他辛辛苦苦养的。啊，最近这个红漆这个事儿啊，搞了一个就是红漆的问题啊。红漆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万哥这两天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今天算是成立的一个红漆价格。总体来说就是当天我就是没想到，那么多人着急啊，然后我500个红漆啊，我仅仅上架了这个4个小时到5个小时，然后就被抢完了啊，被抢完了。很抱歉，很抱歉啊，那只好等下次了。然后最近呢，这个发货速度比较慢，各位需要担待一下啊，因为做活动订单实在太多了，数量太庞大。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理解啊，也感谢那个大家对乱哥的支持。哎呀，他这个报纸我又省了好几块钱，送报纸的。真是，他那报纸是不是不花钱呢？我要是这么用报纸的话，我能心疼死。上一次就是这里的。对。又可能。哎呀，蜘蛛卷儿，各位，你们要不要吃点？我外边那个今天在下暴雨，哎呦臭味儿，
然后很多的那个小伙伴都非常的支持万哥啊，特别是土豪啊，有个土豪朋友啊，他竟然要给万哥发500元的红包啊，然后被我拒绝掉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他是靠自己的双手来挣钱啊。然后呢，有小伙伴呢，那个如果看每天那个乱哥呢经常会直播啊，经常会直播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晚上，晚上一般直播的话是6点以后啊，6点以后才直播的。那个福利呢，有些那个蜘蛛的福利数量不多的话，会是在那个视频，在那个直播间里边会讲啊，会直接那个拍下单的啊。直播是怎么直播啊？那个直播在哪直播啊？也是 B 站在是，自己找啊，直播间自己找。关注乱哥啊，那个福利呢，有经常会是在那个直播间里边会讲啊。哎呀，看我买了多少蜘蛛！哎呀，我看他蜘蛛好。然后那个而且也不贵，然后我就跟他买了一堆，然后给了我一些优惠。非常好。蜘蛛血，人家这个包啊打得费劲啊，这个装蜘蛛呀也很个性，但是人家这个这样打包的话，蜘蛛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死过。他已经发了很久了，这样打包。还是最后说一下这个店铺的，我购买的这个店铺的这个名字啊，它那个叫落雪无痕啊，落雪无痕呢前面它有一个零啊，有一个零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店铺。如果有想要大蜘蛛的啊，它那蜘蛛这个叫红漆啊，这些东西蜘蛛啊都是长得比较慢啊，它相对来说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属于不挣钱了。这个这么大蜘蛛最起码得养个2年半，最少啊两年半，然后卖那么一点点，我觉得很便宜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堆。我是很好奇啊，他这个包是怎么把这个蜘蛛装进去的？哎，先就这样，先把蜘蛛先都装好，装好再说吧。哎，这不是一个盖子。三个，这是三个，5个，6个，
好，就这么多蜘蛛啊。看一下，现在这是到货的，它还有两个没有给我发过来啊。这是一次性到的蜘蛛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，十一个啊，还有两个蜘蛛没有给我发来啊，那就说明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准备出发，请行驶。啊，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说啊。